恐怖吗？不会吧！我每一个游戏都是打通关之后，就我基本上游戏都是打通关之后才会去进行下一个游戏。如果说在直播的时候有错过的话，可以去看我的视频，就是我现在会把我的直播流程全部放到视频上去，No, fuck that. 直播实 We 况。have to go back for Fliss. I'm the reason she got snagged. Yep, gotta get her. No way. No heroics. We gotta get as far away from here as we can. Shit. You're right. 游戏叫黑相机。好，走，这是我昨天。我们本来是出海探险潜水的，然后遇到了强盗，把我们抓起来，然后还撞上了幽灵船，之后被当成炮灰，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幽灵船上面，要找到逃出升天的通道。逛一下，是什么？一堆杂物。Oh, fragrant. 真香，看不出来是啥，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不是新出的游戏，现在只能试的如意室。这屋子应该没什么，走吧，去别的地方看一下。God, I wonder if Fliss is okay. She's a tough cookie. 啊，好不适应啊。Jay, you're gonna drive yourself crazy. Just hope for the best, okay? 现在只能试的两个如意室，I just want to know where the hell they all wen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dozens of people on board, hundreds. How could they all just vanish and leave all of this 奇怪，stuff behind? Something doesn't add up. 哎呦，掉下来了！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这个是这艘船的地形图，船的平面图，好像是。再逛一下，这是一个恐怖游戏哦，这是一个恐怖游戏哦。诶，这是洗手间。马桶，呀，那个字我还没看呢，马上就没了。再去，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没感觉到恐怖。再按一下，看它里面写的啥，写的什么？哎，为什么一晃而过呀？不让我看写什么？什么情况？咦？什么动静？怎么突然有个三脚架？哦，挡住了，挡住了，我这挡住了。挡住了，挡住了，把人放这边，不要挡住，可以。我终于要回家了，这就是最后一次了，亲爱的，最后一趟穿越太平洋的航程，然后我就可以跟你以及女儿们团聚，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你们的脸，告诉奈德还有南希他们，马上就可以期待见到爸爸了，而且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哦，这是一个人给他的妻子留下来的一封信，士兵来给他妻子、给他家人留的信。还有一个屋子没进去呢，这里，这边有个屋，有个空的，进去看一下。不能进吗？奇怪，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进去一样。游戏要设置一个东西，不然什么东西？要设置什么东西？哦，空空如也了，我可以出去了，有点危险。这里是 CC，
是 CC， 谢冰棍小老弟的灯牌，谢谢。You hear that？ If by that， 好像有个动静，是不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在故意吓唬我。Is it something moving？ Something moving would make that sound， sure。啊，黑相机，死定。I am so freaked out。It's okay。逛一下，逛一下，逛一下。是 Latch 的牛蛙，要设置什么？需要设置什么东西？我试一下，这好像操控可以选择。嗯，怎么老挡住啊？就有一个操控是无障碍是什么意思？哦，解除超时，把这个开。这个超时要开掉。OK， 保存。好嘞。看过我的视频，女鬼桥玩的不错。准备完成啊，点确认呀，点确认，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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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走。哎，要时间，要有缓冲的时间。女鬼桥我那样还玩的好呀，太抬举我了，太抬举我了。刚那个号看到那个好像是男朋友突然出现，没录了。前面是没有录了吗？总感觉这里没有录了呀，好奇怪。没录，那回去吧。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然后那些我的同伴怎么不见了？有没有发现，同伴全部都不见了，就刚刚那些队友都不见了，队友去哪了？有点恐怖。谢谢刘德士的智慧之书，我往回走，往回走看一下。哎，不能再走了，那不是没路了吗？刚开始那个长发女鬼怎么还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呀。那个长发女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看见，正常人早就吓死了。可能我们不是正常人哦。有线索没看见喏，这什么？看一下这写的啥。这应该是一个就是以前别人用来寄东西的，但是从这上面的灰来看，这里可以就是这个这里故事已经是发生了很久很久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就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的灰可以判断出这个故事，这艘船上就是多久没有人清理过，这里的人死了多久，这样子。不能进去吗？奇怪，这里来过了，这边来过了，这边之前已经走过了。哦，这里之前奇怪，这怎么会漏掉这里？啊！哎呀妈呀，这是老鼠，为什么要搞个音效吓死人？不就是老鼠吗？搞个什么音效吓死人？亮亮的那个我调查过了，那就是一堆衣服。快快快，准备裤子，准备裤子。啊，也是衣服，这是人家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裤子啊？洗衣机，这是滚筒洗衣机，是不是？可以钻进去不？人可不可以从里面爬进去？我在想。
要不爬进去，看能不能爬进去。快，我要爬进去，不行，他不让我爬进去。今天早上差点起不来。谢谢黑厅的牛蛙，你们看我直播看到半夜，去第二天上班还好吗？没有问题吗？谢谢7861的灯牌，谢谢黑厅的牛蛙。Who 找我？谁的心呀？孤单的。本来好好被我吓一跳，那我也被吓了一跳啊！我本来好好的，突然出现一个音效，突然冒出了什么东西，把我吓一跳，是不是？不好走啊！这边都基本都逛完了，但是就没有别的路了，还无法去找队友。航海图也是之前看过的，我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走啊？不行，就是一个小房间。我现在很无助，非常的无助。这游戏就来作死，还好现在没看出特别的作。现在没看出来有多么的作。这厕所我已经进来过了，走吧。我给看一下这边。实在是没有路呀，奇怪。展示我是漏掉了什么触发剧情的关键，是不是？Hello. Who are you talking to? But you don't hear that? The whispering. I don't hear anything except this old junker wheezing and creaking. 哦，这里就有路呀，这里就有路呀。当时没走过来，被队友挡住了。刚刚我想要走到头，队友把我挡在我前面了，我还以为是镜头呢。谢谢你的是自黑之书。整得我又掉头回去了。别挡道，别挡道。进去，进去。搞反了，走反了，走反了，走反了。路在这边，路在这边。走反了，走反了。Oh, this is nice. Maybe everyone's 啊，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这个这点挺好的呀，就是有闪闪发光提醒你，这样不会漏掉，不会漏掉一些讯息。看一下，这是什么？这个是啥？哎，好像是个相册，一幅画。啊，出来了啊！这个画面什么？那个是。就是可能即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了，太快了，好像是小黑被一个人压死了，对不对？被一个人整着撞，就是撞头。场景是什么？我要怎么？就是它这是一个预言提示，可以根据这个然后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样子可以防止出事，防止选出不能重复看吧？我看一下。好像不能重复看，就是再点就没了。他这个不能重复看的，不可以重复看，只能看一遍，只有你第一次看见才有。头摁进马桶，就是我们不要去厕所，不要去洗手间，马桶，就是刚刚那个洗手间就是马桶嘛，对不对？按哪个手柄按哪个按钮可以重反复的看？不行耶，
someone down there, all right.谢五人月饼的牛蛙，谢关注，谢星空的关注。啊，他这里对话突然声，人声又变小了。这游戏有的地方对话很小声，有的又很大声。别做蠢事。All right, just don't do anything dumb. Okay, listen. There's dumb and there's dumb. All right, I'm not that dumb. Yo, Brad, come on, we gotta think this through, man.Stop! Holy crap! 怎么感觉他要出问题了？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预言，他们现在在那个幽灵船上。快提醒他！快提醒他！他们现在在幽灵船上，肯定害怕呀。这里。而且还有坏人，还有一群强盗，一群会把他们，说把他们当炮灰的强盗，一个是要逃跑，一个是要防止，这上面出什么问题？那个人戴帽子的那个人就是坏人，要抓捕我们。刚刚我可以选择躲起来，也可以选择对棉兰号，可以选择躲起来。Okay. Qui est là? Je vous ai entendu. Qui est là? 也可以选择提醒。如果我选择直接躲藏的话，他应该会出事，会被发现。啊，船长！这算是恐怖游戏。Arrête de crier, j'essaie d'entendre ce qui se passe. Je crie pas.Ta gueule. Je veux savoir où sont les autres. Hmm. 干扰，干扰，干扰，转移注意力。转来这里。Foutu navire de merde. Come on, we should follow them. Okay, let's do it. 转移注意力。这游戏不挺好的吗？我感觉上。每次都是船长先被抓。Where are you taking me? Now, why would I tell you?那我先玩这游戏挺正确的，先玩这个再体验直到黎明。就如果这个我觉得好玩，下一个我会觉得更好玩。把我当炮灰，你知道吗？现在我操控的角色是船长。哎，这好像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不是 ？Come on。嗯？干嘛呀？不让我往回走。他让我当炮灰，我就当炮灰，是不是太乖了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e doing. You just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don't you?我是不应该走太快，不然等下出现什么东西只能吓到我，吓不到这个坏人。
道。不，我是广东人，我是会吃福建人的广东人。害怕不？是一具尸体。哎，不是，只是一个帽子。还以为会是一具尸体。This fucking place is cursed. 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帽子。啊，一顶士兵的帽子，一顶士兵会佩戴的帽子。Keep moving. 只能前进，太过分了。What was that nois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want to hear anything from you. 我听到动静，我告诉他，他不相信。他不相信，觉得是我在装神弄鬼。哎呀妈呀，吓人！怎么突然就来个喷气？哦，又是这个。Oh, Christ. 张着嘴的尸体。That guy's probably still right here with us. 那家伙八成还在这里。You die on the ship. Your ghost stays on the ship. 人死在这里，然后魂魄停留在这边游荡。You'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智慧之书。没事，大胆的往前走，观察一下这个尸体。Where did all your friends go?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this is all about, but we gotta keep moving and find Olsen. 他想吃肉，不，他应该是遇到了什么恐可怕的事情，然后啊，然后就吓死了。没准是一种置换的东西，然后他产生幻觉，然后硬生生把自己吓死了，对吧？可能都是被吓死的。又是谁在装神弄鬼？这里是如意室。哦，他不让我看，不让我看，不行，就我不能走回头。谢谢爸爸的幸运之药。C'est quoi ce bordel? Oh, tu fous! Pas de ça, qu'est-ce qu'il fait? Qu'est-ce qu'il fait? 他就跟那之前开局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人一样，好像那个士兵一样，突然看到了什么，然后就疯了。对，他产生幻觉了，他帽子也不见了，手电筒也摔了，不是，他只剩下帽子了，人都跑没了。这时候船上是不是有什么置换气体，然后鼻子吸了之后，人就会产生一些很可怕的幻觉。一个鬼头，一个蜡烛，什么意思？鬼头蜡烛浴室。
谢谢爸爸的幸运之药。我还接着往前走吗？他突然有个手抓我，不打一声招呼。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First of all, how did you get past him? Wait, how did you get here at all? I was trying to catch up to you, you know, save you or whatever. But then I heard some crazy shit and had to hide in the corner. I just want to get out of this hellhole and up to fresh air. 吓我一跳！谢谢爸爸的紫玫瑰。干什么啊？干什么啊？突然出现，很吓人，好不好？把这里撬开，看能不能把这里撬开。Nice， 把这边撬开。现在有点害怕，有点害怕，跟着这个有点害怕。你家音响很响，隔壁以为你在看恐怖片呗，还能以为啥呀？深圳不怕影子斜。That can't be a good sign. 这可不是一个好征兆。Beats the hell out of me. 乌漆麻黑的，下去，下去，下去。我可以不要探险了吗？我可以掉头就跑吗？我可不可以直接掉头跑路，不要继续探险了？很危险，特别危险。走，赶紧唱唱歌，快唱歌，唱唱歌。Hey, shut up.Doing? 快唱歌，把那个鬼怪什么都给吸引过来。Oh, Jesus, what happened down here? 这什么啊？这个是？这啥？啊，又是一具士兵骷髅，又是一具死掉的士兵。黑人小哥为啥如此沉默？这个小屋，哎，他动了，他动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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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个人是不是要凉了？我们的朋友是不是要凉了？是不是要凉了？他人还在里面呢，然后鬼头动了，骷髅头动了。他凉了，他威了，他威了，他威了，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应该不会有事。走走走。应该没事。背后刚刚突然出现了一个影子，背后穿过去了一个影子，我看到了。哦，我看见了幽灵。看到没有，他的身体是透明的。谢谢爸爸的智慧之书。凉不凉看我的。哦，这也有一具尸体，好多好多具尸体。左右两条路，我们先看一下右边。哦，右边没路，直接往前吧。我们可以直接一路往前，畅通无阻。往前面看一下。哇，我太勇了，我竟然还跟着他走。完了！鬼手，鬼手啊！啊！我按错了，死了，死了，按错了。没事没事没事，谢谢爸爸的如意室，谢谢爸爸的如意室。哇，全面丧尸了，全面丧尸了！快，谁来救一下？完了完了，被包围了！天哪天哪！
判决。哦，完了，他也被抓了。是不是要选择救或不救？快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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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看到这个小哥，他也变了，他也变成鬼了，他也变成僵尸了。就是我看到那小哥也变成僵尸了，所以他已经没了，他已经没了，还是那个人是鬼变成的，骗我的，是不是？This place is not right. What is going on here? 真刺激！那不要这么刺激吗？鬼头！终于给我看见鬼了！我终于知道这是一个恐怖游戏了。有可能一切也只是这个船长的，有可能只是船长的幻觉，有可能只是船长的幻觉。戴眼镜的弟弟不就是变成鬼的那个吗？就是我刚刚要救的变成鬼的那个。哇，这个地方怎么如此的干净？在船舱里面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干净的地方？这是哎，又有个照片，又有个照片，又会有什么预警？水下，在水下吗？这是有个场景，歌剧院。没事，我一个一个看。咦，哇，为什么上面全是血？有没有发现那个布上面全是血字，全是血。要进去看一下吗？ This is too weird. 太诡异了。是吧，感觉上。看一下，看那桌子上这是什么东西，闪闪发光的。哦、oh? 啊，哎呀！一口棺材，但是那个手它要动。这是一口棺材，我还以为是一个，看着还以为是一架什么类似于钢琴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是什么血吗？谁家番茄酱不停的往下倒啊？还是什么红色的颜料？骗谁呢？没有游戏能吓到我，就是一惊一乍的就很比较那个，嗯。这门能开吗？哎，怎么暂停了？再调查一次棺材，我不是很想，我能拒绝吗？被困在无限回廊里，我要拒绝，我不想再看一眼棺材了。万一我再点一次，然后出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应该有新剧情了，不会被困了。牛肉丸都吓掉了，减肥，正好减肥，正好减肥。哎，等一下，有没有发现？就好像还是同一个地方，只不过这里改，这也是一个棺材吧？是不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棺材？
这也是个棺材吧？场景变了，就是我刚刚看到的是很久以前，刚刚看到的那个歌剧院，就有点像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个像是哦，不是棺材，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东西不一样了。我应该还在歌剧院。谢次演绎的30个幸运之药，那又是同一个地方，看到没有？又是那个不停的流着番茄酱的地方，真的太相像了，这两个地方。就我是时间穿越了吧？就有点像就是一般恐怖游戏的套路，突然把你拉到了以前，又把你拉回到了现在。啊，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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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有好多雾气，那个毒物应该是盒子呢。你点一下幸运之药，然后你点一下幸运之药，然后旁边会出现一个立即开盒子的选择，然后就才能开盒子。棺材调查过了，调查过了。调查过棺材了，他刚刚提示了发现秘密。哎，等一下，这好像水里面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不是？哎，怎么靠近拿不了？水里看见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啊！再看一眼这个棺材，再看一眼，没啥，没啥，什么东西都没有。走吧，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哇哦，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小阿坤的舰长，谢谢 ，thank you， 谢谢谢谢新舰长，谢谢小阿坤，谢谢人事的如意室，谢谢自演绎的如意室呀，谢谢自演绎的两个如意室，谢谢。我应该是不能靠近这些绿色的毒物的，我觉得我很怀疑这些应该是有致幻功能的，就吸多了人会变傻，人会产生幻觉，然后把自己吓死。我怎么感觉这具尸体的胸口在动？哇，这个碰到会电死吧？是不是？这个水应该放进去会电死，可以电死人。找到秘密，全是水。Oh my god！ 大胆的往前走，大胆的往前走，走。哦、我好像出不去了，怎么？我看一下，绕一下，绕一下。啊，不对，我就是从右边过来的，所以我现在接着往左走，然后看一下怎么出去。不行，左边被困住了，有围栏，有围栏被困住了。渡河，渡河，渡河。哦，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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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柜子闪闪发光，感觉这个柜子里面也会开出来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如此惊恐的表情？他看见了什么东西？哦，小黑哥，Brad， 口是对，是恐怖的。Hey， Brad， are you？ Hey， what's wrong？ 啊 ！What the fuck？
完了完了，他也没了。就是我刚刚看到小黑哥是变成僵尸了，然后小黑哥看我也是僵尸，所以说是都已经出现幻觉了，是不是？还是说已经全部都变成僵尸了，在慢慢的僵尸化的一个过程。我知道，你看到的船长是僵尸，我看到的小弟是僵尸。哦，这一幕出现了，出现了，他在水里面。谢谢小萌新的门票两个。啊！什么情况？游戏叫做黑相机。哎呀，我去！挡住我了，被他跑了，完了，他要去抓队友了。他在救人，那为什么要溺死他？头有些不连贯，确实。Thanks, I could have drowned. 不按就行了，但是我开了那个按键。I can't believe it. 但是我开了那个按键的那个，就是，哪怕我按不到，他也不会那个。Fuck! 完了，他变僵尸了。哦不，本来就是僵尸，还是说是幻觉？现在事如意事。Let's go. 就是每个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女孩子看到的是，就是这两个人是正常人，但是这个小黑他看到的是两个人都是僵尸，所以小黑已经自幻了，已经产生幻觉了。科学的解释就是这艘船上有一些自化的东西，然后让人产生幻觉，会把很多人看成僵尸。Conrad, it's terrifying. Conrad, hey, it's me. Conrad, fuck was that? 他为什么看到我掉头就跑？难道他看到的眼中的我也是僵尸吗？奇怪。他看到我就跑，还有小黑看到我，小黑他弟看到我也是一直跑。啊！难道他们都没有陷入幻觉？其实我就是僵尸，其实我已经是僵尸了，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幻觉。
此时是我变成了僵尸。哦，这里我来过，我还看过这个布。小黑弟弟看我是美女护士。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开不了，这门开不了。只说的吃奶的镜也打不开，一个人打不开这扇门，所以需要找人帮忙，需要两个人，需要两个人才能打开。看到画中零件被砸碎，这什么？啊！接近人群中发现步兵，他说发现什么上等兵。满是血的躺在地上，衣服上也有血迹。接近两个人的时候，哎，布莱德，这里有个人叫布莱德，对，棉兰号，棉兰号是不是指的是一艘船？是一艘船的名字吗？这个是什么？哎呦，食物，放了好久的食物啦，成年食物，成年牛排，这得是好几十年的牛排了。哦，真香，香死了。这写的啥？哎，我明明看到这闪闪发光啊！哦，这里，这里我来过了，所以我要是继续往前走，右门进去。啊，又有一具尸体，又有一具尸体，又有一具尸体，这什么？保险箱。应该打不开吧？保险箱得有钥匙才能打开。这附近一定有钥匙，就在这个人身上呗。这不是一具尸体吗？怎么不能调查？不紧张，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一点都不害怕。这附近应该会有钥匙。哦，看到了，有个照片。我看到这里闪闪发光了，看到没有？但是我不能互动，很奇怪，他不让我互动，不让我靠近互动，所以我只能往前走。啊，现在队友跟队友是完全是分开的。赛德式的瑞士，这什么勋章？哦，奖章，奖章，钥匙。看一下保险箱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看一下，保险箱里面会有什么呢？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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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开保险箱吧。对吧，我要先把这保险箱打开然后再出去。来试一下。这里面不可能有鬼吧，这么小的箱子。是什么？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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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人不能放这个位置，我人放这个位置老是会挡住字。我人得移下来，得移到这边来。得人，你人得移到这来，不然老是挡住字了。看一下，
看他写的啥，说的是什么？人体对吸入物需哦，吸入药物名称满洲荆棘的反应，称之为该实验药物与结晶粉状，由五名实验对象 A、B、C、D 吸入，实验成功，结果与先前提供案例中的生物实验报告完全一致。哦，他这里讲到了一种药物，叫做满洲黄金。满洲黄金其实讲的是药，不是钱，是一种就是可以让被人体吸入的一个东西。这游戏不会最后的时候把这些全部都解释为是置换吧？不是吧？就是其实最后的解释不会是他没有鬼怪，全部都是幻觉，都是置换，非常科学。你go that way. 不能走这儿。太聪明了不是什么好事，没有惊喜了怎么办？他把我让我没有惊喜了，哎呀，失去惊喜了，难受。没有惊喜了，这一波很好猜。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这种，这是科学的解释，但是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哎，怎么感觉镜头老跳来跳去的，对不对？ Conrad, it's me. 他吸入过多了，完了。他吸入过多了，是不是？他看到的我是丧尸，还是说我后面有东西？是我后面有东西吗？那就是他看到的我是个丧尸。关起来了，太过分了，他又一次把我关起来了。其实他在自嗨，完了，他在自嗨，所以不能乱吸入什么不好的东西，你知道吧？他这孩子没救了。现在这艘船上好像只有我跟那个小黑他女朋友是正常人。对，好多要按的东西啊，天哪。只有现在正常人好少了，感觉。这可怎么办？他可能对只对男的有效，可能只对男的有效。你故意被我发现，还可以这样子，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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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Oh my god， 没了，天哪，天哪，天哪，没了，我去，他没了啊，这下子真没了。你还故意被我发现，这下你没了，这下没了。
就如果我就是我不能接不能追他是吗？就我不能追他其实。不是啊，我就必须得追啊，游戏设定就是这样子啊。看来我要达成全死结局，协助。协助协助协助。等一下等一下，把一个东西关掉吧，把这个东西关掉吧，就是把这个配置，有一个是操。有个操作哦，不，有一个是什么叫什么来着，无障碍，把这个无障碍关掉吧，要不就是解除这个按键超时，因为如果我不解除它的话，不管我按不按它都会默认为是按，好像就按不按都会默认为按，关掉吧，关不关算了，还是不关了，还是不关了。现在纽约市的如意市，关了，等下人死光了。不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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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按了，太难按了。算了，不关了，继续吧。因为他的时间太快了，你知道吧？太快了。就只给你一点点的反应时间。奔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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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我现在操控的还是这个女孩子。快帮忙快帮忙，协助协助协助。如果这一切是幻觉，那这个人还没有变成丧尸，他还是人类。他是人类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要活的，因为他是坏人。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他们眼中的船长又变成正常人了？不对呀，他们眼中，如果说他们也陷入幻觉了，为什么他们眼中看见的船长又变成正常人了？刚刚这个戴眼镜的这个小哥，他看到的船长是僵尸，怎么这会他看见船长又不害怕了？哦，户外没气体了，所以就不会看成僵尸。Yeah, I think we'll be all right here. 幻觉是幻觉是随机的，那他就不怀疑吗？之前明明看是僵尸，现在黑厅的两个打哭棒。Spiritual, wouldn't you say? Now you're one down. 现在我少了一个人。And what about Conrad? He, or rather you, should have been a bit less careless. Have you figured out what's going on? How to stop it?How to save the lives of your poor, unfortunate stowaways. You will, I hope. Although it seems the ship's previous occupants never managed to. 这艘船上的乘客从来没有人成功过。Quite a lot of deaths that night. 谢关注，是小萌新的两个门票。Let me help you out. Give you a little hint. 他说要给我一些提示。
You're agreed. Well then, how can I put this? There may be forces at play here that are more scientific and even some that are more political, you know? Less supernatural. Perhaps you've started to realize something. Tha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may not be quite what they appear to be. 3252Q， 哎，怎么丢出来的牌又不一样了？ Well, aren't you excited to find out what your poor unfortunates are making of all this and how you might avoid any more unnecessary tragedy? Go on, back to it. Speak soon. 其实他给的提示也很玄啊，你都看不出来他是提示，对不对？都完全看不出来他这是提示。This ship must be cursed. It's the only way we can explain all this evil shit that's happening down there. Let's just stay calm and relatively sane about this, okay? Wait, where's Conrad? Has anyone seen him? We got split up. I saw him. I mean, Fliss and I both did, right? Yeah, but just for a second, I tried to catch up, but he was gone. Gone where? Why? This just doesn't add up. 他不敢说。You're not telling us everything, Fliss. Look,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me to tell you. I didn't see anything. 他为什么不说这个事情，怕引起人的恐慌吗 ？Okay, we're going back right now, and we're gonna find my brother. Julia. He could be dying right now. We have to. We will. Just not yet. What the hell was wrong with you back there?Brad, you lost your shit, like, big time. You almost killed me.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Come on, no, come on, that's ridiculous.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with this ship? Because I gotta be honest, it feels like there's some, like evil, like, literal evil going on down there. Let's just stay calm and relatively sane about this, okay? The stuff I saw, it's like there were these old soldiers. They were bodies, they were dead, but then they came alive and... That...Doesn't sound that crazy right about now. Alex wasn't the only Alex.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 were things walking around with his face on them. Alex's face, it was horrifying. It's probably just your mind's way of telling you that I'm smothering you or something. 游戏叫做黑相机，算是恐怖游戏。Can't all be happening.我们现在是在幽灵船上，这艘船上全部都是很久之前发生怪事死掉的士兵。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going on here. What can we absolutely be sure about? What do we know that's real? 这是幽灵船吗 ？Am I crazy or are we on a ghost ship? I was gonna say the same thing. Well, I know we're not the first people to see weird shit here. Apparently, the guards.Were super freaked out by something they saw in the cargo holds. What do you think actually happened on this ship? I haven't got a clue. I saw 1947 on the newspaper. 这地方总感觉怪怪的。This whole place reeks of weird. 整个地方都散发出奇怪的味道。And I don't like it. It's like this place is stuck in a perpetual bad feeling machine. 所以其实应该把那个什么选择按键的那个延迟关闭，这样会比较刺激。Anybody catch a glimpse of it? Manchurian gold isn't actually gold. It's a fucking chemical and it's leaking all over cargo hold too. Yeah, I'm pretty sure this isn't exactly what our friendly fishermen are expecting either. 说完九二后面再考虑要不要玩吧。剧情不是很好。We know more than we did before. That's something at least. We're wasting time. Whatever we do, we have to do it now. Time to get off this ship.游戏黑将黑相机，棉兰号。Hold on, the ship's gotta have a radio. If we can find it and use it, that's great. But do you think it still works? Just need to find a way up there. 操控角色选择又改变了，我现在变成了小黑，我现在变成小黑了。We gotta get off this damn ship.
No shit. I think we're speaking clinically. 被在木箱倒下棍子砸碎。幻觉，那个会在木箱倒下棍子砸碎。哎，这好像有东西，这有个东西，看一下。谢谢小萌新的门票，这是什么？这是子弹？不对吧 ？That sounds crazy, but maybe it was these guns that took down the plane from our dive. 分电盘，就是我们现在要去找的东西很重要，是吧？我们现在要去找这个东西特别重要。过不去，我只能接着往前走了。我感觉目前到现在只死了一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本来我想当龙傲天的，但是我现在不太想敢当龙傲天了，毕竟已经涉及到了在这个掉脑袋的事情上面，龙傲天是不行的。啥？哦，看到头上有东西。这个是。A little help over here. I think this is our way up. Give me a lift.I'll pull you up.小阿坤，新舰长，记得看那个 B 站私信加我微信哦。在路过的小花花。这游戏没什么解谜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只需要地毯式的探索就可以了，差不多东西都看过了，然后该点的东西点了，基本就差不多了，就能够触发新的剧情，就是偏向是互动，就是有点像那种互动小说的感觉嘛，然后像看电影一样，是吧？你们有没有觉得感觉像是在看电影？这个门能不能进去？我看一下。给我开！ Over here. 芝麻开门。Got a way through here. 啊，直接把它踹开。黑象集队。希望最后活下来多少人？这哎，什么情况？鬼畜了呀！刚刚船长怎么一瞬间位移了？有没有发现？他怎么一瞬间位移了？哈！一具僵尸蹲在这里瑟瑟发抖的僵尸，嗯？啥情况？干嘛了？这是？哎，应用程序发生错误，可以帮助改善。啥？报告并接受，还是选择不报告？要选择哪个？选不报告是吧？崩了。什么鬼呀、啊！崩了！这游戏有 bug， 都一样，随便点。那我再进一遍吧。什么情况呀？我说怎么船长突然位移了？嗯，你瞅吧，你看活动了，一看就知道 bug 多。
我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他转场不是很自然，就是很多转场感觉像是剪贴的，像是被我这个剪贴技术剪出来的东西。我重新邀请一下队友，重新邀请一下队友。啊，又挡住了。好，邀请了，邀请了，已经邀请了。很容易挡住。哎，要不摄像头？这游戏太难为了。选择，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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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准备。对呀，无处安放了，你知道吧？就我放这里可能会挡住，我放上面，它经常就是上面如果有看到一些字的时候，它右边满屏都会占到，所以右边放不了。或者我可以放右边，需要字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头挪走，或者我们直接不要头了，把头扭掉。摘掉，把头摘掉。谢谢小萌新的打哭吧。无手了，变无手了。话说，好久没看见元首了。在黑厅的六个牛娃啊，船长又说你了，我有点慌，别等下又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人在这，这具尸体的我是调查不了的。怎么感觉环境好像更黑了，是不是？门能够动吗？门能不能动？不能动，我看一下，试一下门能不能动。不行，门开不了。啊，喜欢单机动作恐怖游戏还没有关注的小可爱，记得点点关注。如果有小叔叔小富婆上个剑就更完美了，最好了。啦啦啦，咚咚咚咚咚！太黑了，好像屋子没啥了。走，我去外面逛一圈。我们这边人太多了，那个僵尸都怕我们，都不敢出现。我要一个人勾引他，勾引他到没有人的地方，这样他才会出来吓唬我，他才会出来吓我。你不是小富婆，你小叔叔。这什么？哦，天气持续恶化，报告也不容乐观。嗯，谢谢果冻的爱来了。这个门能不能开？这门也是开不了。这门也是开不了，楼梯间能上去吗？不能，算了，我出去吧。走，我去别的地方看一下。我出去。等一下，我们好像就是从这扇门里面进去的，是不是？哦，天哥 ，He died trying to get an SOS out。奇怪。不行，只有一条，现在只能从这里面走。Hey, here。No freaking way! This thing actually still works? 无线电。Good old shortwave radio.It's a number station.
Military banger. Let's ask him for help. 可以用这个跟别人求助是吗？对外向外求助。Please, do you read us? Over. Received. Over. 有人回。At least there's someone. 现在有人回应。The signal's in and out, though. If you can hear me, we're on board an abandoned freighter. 12 degrees, 30 minutes south. 151 degrees, 20 minutes west. Over. Please repeat. Over. Oh, thank you, sir. We're on a large freighter. It's old, abandoned. Over.Come in, over. Come in, come in, please, anyone. 接收不到了 over. 没信号了，接收不到了，坏了，坏了，坏了。It, come on. 这样子别人就能定位到吗？过来就会过来救吗？Hey, look at this.This has got to lead somewhere. Maybe we can find a way to get the power back. We need to get that radio working. I think someone should wait here in case a message comes through. I'll go. 你要表现得着急一点。I can do this. 别人会来救，有没有这种可能 ？Hey, little bro, what's up? I'm thinking you might deserve a promotion. How's medium bro soun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stepped up to the plate. Put yourself right in the line of fire.You're kind of mixing metaphors there. Not if the pitcher's a machine gun. I'm impressed. Seriously. So what do you think? 我来搞定。Hey, if you're sure you're up for it, I believe you got it, bro. I'm coming too. Hey, what? Julia, no. You're not always gonna be there to protect big guy. I can handle this. Trust me.船长的眼神好惊，好奇怪啊！是不是？船长的眼神好奇怪啊 ！All right, Fliss, ready? 就是他这样，一副很惊恐，好像做了什么坏事。完了，掉水里了哟！听到了那个水声，掉下去掉水里就安全。如果说掉下去是那种空地，或者是刚好。哎，没掉水里，那为什么我听到了水声 ？Are you still alive? Everyone okay? 没事。We're okay. What are we gonna do? I'm gonna find the generator so we can power the radio. 这里应该主要是为了把人分开，制造混乱。把人分开了，僵尸就敢出来了。This way. 肯定不是刚开始，玩了有几个小时了。我现在变成了弟弟布莱德，我现在是布莱德，我现在变成了布莱德。走，往前面去看一下。谢谢凯西的五个门票。这什么？又是一张字条，看他写的啥啊？看他写的什么 ？Some sort of altercation. 休假中的大兵的确出现了，就是不符合什么的行径，就是哦，对，这个讲的是说两个人喝酒然后发生冲突了嘛？这个就是游戏一开场的时候，这就是游戏一开场的时候出现的那两个人。
就是查理和另外一个，然后差点打起来。这个又写的啥？但是他没有写说那艘船上的事情是发生在多久之前。先是被关到禁闭室，对吧？然后，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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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前面逛一下，往前面看一下。How's school going? Good. Why are you asking me about school? I didn't really go to school, so. You seem pretty sharp to me. Thanks.1947年的船，难道我听到的这些动静也是幻觉吗？哎，这什么？下去，下去看一下，下去看一下。Here, come check this out. Look, down there.Looks like the engine room. It's got to be with the generator. 看起来像是轮机室。Let's go down there. 来个全死锤子。The ladder's broken off here. 现在七煞的打哭吧。Hey, are you okay? Yeah, all good. Just come down.一般要下来就代表着要凉凉了。高能来了！哎呦 ！What? Did you see it? 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Okay, so I'm seeing things, but you're not. Okay, so follow my thinking here. We know this ship was carrying Manchurian gold, which was actually some kind of dangerous chemical, right? And there's this like weird fog everywhere.Maybe that's the Manchurian gold, and maybe it's fucking us all up like a head. You know, this is kind of making sense. None of it happened. None of it was real. It was just a hallucination. We knew the crew was scared of something, and that could be it. Yeah. Could thi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wrecked plane from the dive? We know the plane was here, and that they shot at it. Could have been a result of the psychosis. Wow. Okay.Let's keep going. 继续前进。所以说，如果一切都是幻觉的话，那我们看见僵尸是不用管的，对不对？我们看见僵尸，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因为他其实就是队友。如果看见队友变成了僵尸，是不用害怕，对不对？因为他们只是幻觉，就是队友还其实还是活生生的队友，还是人。这个我是用 PS5 玩的，它 PC 上也有的，这有东西看一下。杨少尉报告接任执勤。嗯，同意提醒建造什么 ？Yes, this thing still works. 万一队友在幻觉中攻击我呢 yeah, ？This is definitely what we're looking for. No wonder the power keeps cutting out. Just throw the switch and let's get back upstairs. 这样就会通电吗 ？Let's get back upstairs. 队友找到了发电机。对，黑箱子一共有三部。We lost power, but we have it back. Can you hear me? Over. 为啥不玩《最后生还者》重制版？我玩了呀，你是个假粉吧？我最近不是每天都在发那个《生还者》重制版的视频吗？你现在点开我的视频主页，第一个不就是？
mom worked them in. Look at this. Oh, hey. It's the rebreather. The fisherman must have brought it over from the Duke of Milan. You think it still works? Looks like it's got a little juice left. Maybe a couple of minutes. Should we bring it with us? I mean, it's heavy. 今年黑象级会出最新的一部。Yeah, we should take it. Half this damn ship is flooded. We might need it. Salut. Je sais ce que t'es cette mère. Tu veux me tuer?哦，是那两个人。他们肯定也，他们也出现幻觉了。游戏名字叫《黑象级》，别难哈。Tu dis n'importe quoi! Tout ce que tu racontes, c'est des conneries! Alors, ferme ta sale gueule de merde! 他已经被吓死了，还是被捅死的？出现了那个气体，看到没有？那个烟，那个烟，他一闻到那个烟，他就要出现幻觉了。现在弱弱的友谊的小船，谢谢关注，按。看队友，不能被发现，就这个东西这么简单，为什么队友老上不上？ There's no use hiding, you little foot.What's the problem with sharing all that gold, eh? There must be plenty of that to go around. 这人傻傻的还以为黄金是钱呢，是毒啊，是有毒气体啊，笨蛋！保持安静。You can't have all the gold. 暗暗。And I'm to be left here to die. But I. 哈哈哈！又被发现了。又被发现了。It's gonna hold, right? Definitely, probably, sure. I don't know. Yeah. Okay.None of you move. None of you go on changing on me now. 这是 Turn around. Slow. Real slow. Okay. All right. 不恐怖，尽管玩，尽管玩。Raise your hands up. 很有，这是很科学的，这是一种科学现象。Not like that. I said not changing.Listen to me. We have no fight with you. We all just want to get out of here safely. You understand? I'm sorry, but 比喜羊羊恐怖。Then you don't have much of a choice in the matter. You don't get to say. 看过喜羊羊吗？哈，他出现幻觉了。It's all gone changing on me. 又开始了。What? What's changing? Stay away. Stay back from the mist.Dude, what mist? Don't breathe it. Don't breathe the mist. Dude, what
missed. You must have seen it. It's everywhere. Yellow creeping everywhere. 挺聪明的，他也发现了，他也发现那个烟雾。Inside with us. 他也发现了那个烟雾。You need to slow down. Stop. Stop. It's in one of us, isn't it?对，他意识到了。I have not breathed in any mysterious mist, okay? Yeah, you breathed in the mist. It's happening. I can feel it. 他以为是吸了烟雾之后会变成毒。Okay, all right. Look, there was, you know, something back there. Maybe a mist or fog, maybe. I knew it.I told you. Did you breathe it in? No. Look, we held our breath. We did not breathe any of that stuff. Oh, really? I know you're all fancy divers, but you expect me to buy that? We've been down here for hours. You've been holding your breath this whole time. You're holding your breath right now.Oh God! It's in me. I got the mist in me, don't I? 完了完了，他要干嘛 ？It's in me, isn't it? I can feel it swirling around in there. It's changing me. On the inside. 哇塞，他在做什么？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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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just put the. Oh no! 他自杀了，我去。Oh, oh dear God. 这里的选择。这里如果我刚刚选择分心，而不是选择夺他的手枪，他是不是就死不了呀？是不是？是不是？不救就不救吧。所以夺取手枪，选择分心的话会发生什么？确实，未必，未必，未必，无法预料。延迟死亡，他就是，他是觉得自己会变成，就是会变成那，比如说变成丧尸什么的，然后他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Long, just wait by the radio. 我知道他跟我不是一个阵营的，前面的回答把他吓坏了。看来我的心理就是我的心理辅导工作，就是我在这方面安慰人这方面做得不太行啊。要完了，那个乱斗弹出来了，我看不见，只能一顿瞎按了。现在等的是风吹麦浪。 Julia, come here. I saw the big guy. 看到底下也有烟雾，有黄色的烟雾。后面后面有个影子，看见没有？我看到身后有个影子，我明明看见了呀！看见身后有个影子，刚刚奇怪，那个影子很像图书馆管理员。我刚刚是想认同一下他说，刚刚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有烟雾，对不对？他明明看见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有。哎，远处传来惨叫声，先表示认同，再告诉他我没有吸进去，结果他不相信我。哦，地上全是烟，我看见了。地上全是烟。
Over here! This must have been what we just heard. 好吓人。潜水装备带进去可以救那个人。Doesn't matter. We need that distributor cap. Here, he had to have come this way. 对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个游戏用尽一切在告诉我们，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你们知道了吧？现在知道了吧？看一下，看一下这边，看这边。哎 ，There he is！ 果然，他疯了，他疯了，他产生幻觉了。他疯了，他疯了。只要可以把他拉出来就可以了。他不算坏人，你知道吧？他救了我们挺多次啊！按错了，按叉，按成了圈。按叉按成了方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有东西在这里。啊。我这个烟，这一股气体，一早就发现了。游戏刚开局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但是为什么别人要做出这种实验的东西啊？这个烟就叫满洲黄金，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完了，他要死了，他要死了，他要死了 ！Oh no！ 果然。就是惊吓过度，先是产生幻觉，惊吓过度，然后会死掉，心脏会骤会那个突然加速变快，快到难以承受，然后爆开。这船越久，这烟应该飘得越久才对，不是吧？看到了，刚刚有个在我的身后，有没有看见？这写的又是什么？你们工厂的行动自由将受到限制，可能导致增加寻人困难，可能增加寻人困难。目标明确，抵达目的地之后把那些士兵带回家，然后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是把那些参与实验的士兵带回家，应该是。前面他有说到一共是有5个士兵啊，参加了实验，吸入了这种物体属于自愿行为。老鼠啊，老鼠在吃肉，哇塞 ！Fuck！ 啊！我就说这船这么久了，为什么会有老鼠？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好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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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连接较弱，可能导致什么？直接退出了。这东西是不能睡是吧？这东西是不能睡是吧？重新进。
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让我去抓老鼠，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让我抓老鼠。那个东西，那个，之前有看到一个预言，说的是说那个东西应该是不能碎的，就是那个碗，碎的话会影响后续的东西，会影响结局，对，所以要保护好它，就不能让它碎掉。准备完成，准备。我也不知道他为啥非让我去抓老鼠。准备呀，点准备呀。现在的是人票，难道是他肚子饿了，看见老鼠肚子饿了，想抓来把毛拔了，然后来个油炸小鼠鼠，吃个油炸小鼠鼠。那个肉啊，炸脆了之后咬起来咯嘣咯嘣响，血腥。想和老鼠抢吃的，你这更臭口味，更重口味。啊！啊，还是碎了，我去，不行，还是碎了，我去。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只能是上一个存档点。没事没事没事，就这样吧，看一下会发生什么，完了，我不会被老鼠咬死吧？这是队友吧，这应该是队友，我产生幻觉了。哎，我身上怎么开始流血了？哇去，啊 no， 哇去，直接被老鼠咬死了。是幻觉啊，两个都是幻觉，我被老鼠咬了也是幻觉，不是吧？那我把自己扎死了，我以为我真的被老鼠咬了，所以我选择扎自己。不是我现在我刚刚只能做两个选择，一个是扎自己，一个是扎队友，那我肯定选择扎我自己啊，因为我都被老鼠咬了，不要多死一个人。嗯，哎呀我去，怎么办，现在怎么办？返回主菜单试一下。不是，我哪怕两个都不捅，不对，应该是救不了的。如果我选择不选，他应该会自动帮我选择。我记得好像选择不选，他会自动帮我选择。不是，你那个是对话，我这个不是对话，我这是选择推摇杆的。救得了是吧？救得了，试一下。啊，没事，我可以回到上一个存档点，没事。重开试一下。天哪，怎么我被骗了，不推就可以了，我被骗了，我试一下。
Oh my god！ 我真的，刚刚我真的以为我被老鼠穿咬死了，你知道吗？我真的以为我被老鼠咬死了，我以为我被老鼠穿肠了，在想着老鼠也太厉害了。心之所向，继新的故事，我看一下读取会发生什么。只有心之所向的存档，哎，只有一个存档，它只有一个存档。准备完成，试一下。嗯哼，实话实接我姑不过三分钟。哎呀，我被骗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老鼠咬我也是幻觉？那最开始遇到的老鼠是不是也是幻觉？主要是因为老鼠和僵尸，我以为幻觉只会产生僵尸。对，刚刚队友变成了那个双头鬼。刚刚面前突然出现那个僵尸，其实是队友。不行，自动存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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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存了，完蛋了，救不了了。哦，头大，真的是。Oh my god！ 天哪！把我自己捅死了，死俩了，死俩了。这个死的是真的，真的那个呀。有没有可能我死也是一种幻觉？选择前要上传存档那种。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游戏这个游戏才会变得特别的有意思，对吧？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游戏才变得特别的有意思。The Duke's not going anywhere without a distributor cap, so neither are we. Looks like it. I always kind of knew I would die on a boat. But not this shitty boat.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不停的被粉，这样子就失去了乐趣了。就是这样才刺激。Hey, what is that?哎，他们竟然真的来找我们的啊！是发，就是说跟之前相符，就是我们之前无线电的时候，就是被他们发现了。这已经结束了呀，我们已经被拯救了呀！难怪了，我记得刚弹幕有说最后那里很微妙，可能会再死一个人。好险，没有全死，好在没有全死光，好在没有全死光。好短啊，这游戏好短啊，太短了，这游戏太短了。不会真的没了吧？应该还有，应该还有。My brother is dead. My big brother is dead. He's fucking dead. Oh God, Alex,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Alex. Why 暂停？继续啊。他不是话没说完吗？We've been going out for a few months, but it got pretty serious, you know, pretty quickly. It got really serious. Well, Conrad was running from something. He was really scared, like terrified. I don't know why. I couldn't see what he was seeing at.He was my big brother. He was everything I ever wanted to be, you know? I was just such a dick to him. I just wanted to be able to tell him I'm sorry. 这应该是在跟就是军方的人交代情况。这应该是在跟军方的人交代情况。We had our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you know? It was mostly good times. It was mostly good times. 现在只能是自费之书。And he fell. Or he jumped. I don't know why, but I think he was running away from me.西西变聪明了，我什么时候不聪明了？好吧，好多时候不太聪明，好多时候不太聪明。那俩不是兄弟，死掉的一个是女朋友的哥哥，一个是女朋友的男朋友。哇塞，那这样子最惨的就是还是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金发美女是最惨的。她先是死了哥哥，又死了男朋友。而且是未婚夫，已经求婚了，准备结婚了的。That's it, game over. You're done. 不要暂停，怎么老是突然暂停？For now, at least. You could always try again, see if you can't do better next time around. Not a bad effort. Some lived, some died. All your fault. 全怪我。And the distributor cap. 所以那个分店盘盖。Boom. Boom. Unfortunate. 太惨了。It's all about decisions, isn't it? Decisions made in a hurry, in a panic, made with the heart instead of the head, or vice versa. Sometimes those decisions take a long time to have repercussions.But there are repercussions. There are always repercussions. 百度上看过我拿手柄打游戏的视频，缘分。这么有缘，要不要考虑上个舰长呀 ？Till we meet again, maybe in Little Hope, maybe somewhere else. But be certain.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It's.我们第二部再见啦，管理员。第二部再见。Won't you spare me over till another year? W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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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pare me over till another year?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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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有。Hey. Hey, what's going on, man? 被关起来了。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我们是不会被当成实验体关起来吧？
我们被当成实验体，就是在那艘船上有可能吸入了那些物体什么的，然后他想要观察我们，所以就先把隔离了，先隔离了。为什么会是直到黎明的广告？2020